你好，我是梦迪。好，我们要来试试看这个琥珀。现在我们到了厕所，然后把它放进一块肥皂盒里面。那现在我要先把它沾湿水，就来搓肥皂。我要来试，我要来洗手来试一下它的效果。洗起来感觉哇，可以搓出好多泡泡哦！很多泡泡哎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嗯，很香，很香，很多泡泡，而且很绵密，很绵密，很绵密。很绵密，然后洗起来就觉得很舒服。这是琥珀的矿物肥皂，洗起来就会很舒服，不会像那种加工的那么，就是加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可是就是很香，反正就是那种有点化学，可是它不会，而且可能化学的洗完之后，你身体会有点痒痒的，然后你抓了之后就会很干，可是这个不会，很天然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个泡泡也很绵密，很柔，超绵密的，哇塞！看起来又吸起来干净，太棒了。那我们待会就要来洗澡，我们洗完澡之后再来告诉大家我洗完澡后的感觉。好，那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泡泡多绵密，哇塞！然后从这边都可以挤出来，很棒哎，超绵密的。好，这是花木兰老师的那个矿物肥皂，很漂亮。